可以了，那个，刚才啊，这个傅家庄同志说的特别好，但是有一点你说的不对，嗯，不是你说错了，你说那个火神爷是个男的，那我是个女的呀，是不是？那再怎么着，那也是火神娘娘啊，是不是？是的，对，火神娘娘。 我就这么一说哈，对，你看大家伙儿鼓掌鼓得特别热烈，我也别拿着劲儿了。我就跟你们讲一讲，当时我们这个放火团烧飞机的事儿，还烧飞机？大家同志，你太厉害了，还行吧。说来话长，这都是5年前的事儿了哈。我们那天烧了他们小鬼子6架飞机啊，整整6，不是6架。 你们想想看，这6架飞机，这要是到了那个战场上，那是不是得炸了多少我们的战士们？他们日本人太坏了。苏联人来了，啊，哦，同志们，今天就先讲到这儿，反正大家同志已经在这儿工作了，你们朝夕相处，有的是时间，以后让他天天给你们讲啊。好，好，好。安内同志，你好，你好。 你好，你好，郑文清，多在啊！啊，不是你不是上次已经送了一次花，那今天又送啊，这太客气了吧？哎呀，我就上台讲讲故事。你说说，又不是表演节目。对对对，上次演出的鲜花是我代表警备司令部送的，这次代表我个人。哎呀，你说这消息传的真快哈！我刚来文工团，都传到你耳朵里了。这往后文工团又有啥事情？ 你就直接找我就行了，我是这里的指导员。高大家同志，今天上任。对，挺好。那我经常可以来看演出的。啊，必须的！你有什么事儿你就跟我说，我让他们给你演。对对对。啊，上次演出非常成功，让我回味无穷啊。这娇艳的鲜花，我想送给美丽的谢尔同志。 请你收下我的行李。这不合适吧？怎么？不喜欢吗？哦，不，不是，上次鲜花里藏了炸弹，今天一见吧，有点紧张。哎，鲜花里藏炸弹是敌人的，我给你送的玫瑰花里只有一颗跳动的心。请。 请谢尔同志收下。她叫袁飞燕。哎，对对对，飞燕，多么形象的名字！袁小姐就像一只美丽的燕子飞来，只有燕子飞来，鲜花才能盛开那么芬芳漂亮。谢谢。 那非要你就收下吧，这也是安德烈同志的一片心意嘛。再说，这也说明你的喜儿演的成功，也说明咱们文工团的戏演的成功啊。对对对，是非常成功。请飞燕同志代表文工团收下。谢谢，飞燕同志，我想我们。 可以去咖啡馆或者公园，探讨一下歌曲艺术。对不起啊，我一会儿还要排练。没事，我可以等。哎呀，那个安德烈同志，不是你这样就不对了吗？大家伙在这排练，你在门口站着。 那成啥样了？那大家伙都没有心思拍戏了，是不是？这压力太大了。演不了。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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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我的电话。 有时间给我打个电话。谢谢。
记得联系我。安德烈，你要看演出啥的，联系我就行哈。啊，你找我。一定要打电话给我哦。哎，行了行了行了，大雅姐，谢谢你啊，刚才替我解围，应该的，给。哎，给我干啥？这是人家安德烈献给你的。对对对，献给我就是我的，我要献给你。刚才你讲的故事太令人振奋了，没想到在我面前就有一位了不起的巾帼英雄。给。也是也是。哎呀，说是女英雄也算不上。你看哈，这唱歌跳舞你们在行，跟小鬼子做斗争，斗智斗勇呢，我也是手拿把掐，那这活我收下了哈。爆炸事件发生之后，我们经过研究，慎重决定决定国民党打脸市党部。对于你们的决定，我们表示非常赞赏，感谢。取缔了？哎，这个党部真是短命啊，才成立一个月就夭折了。这次的爆炸事件应该就是导火索，倘若我们的爆炸成功，现在难堪的就是共产党。我们这回是投机不成蚀把米，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啊。还是计划不周，才让共产党搅了局。大连党部的存在，好比是青天白日旗在大连上空飘扬，现在被取缔了，意味着苏军警备司令部的天平已经开始向中共倾斜。这也没什么奇怪的，他们本来就是狼狈为奸，我们都心知肚明。狼狈为奸那是暗地里的事，现在已经登堂入室，摆上桌面了。别说摆到桌面上，就是撕开脸面我们都不怕。别忘了，能够代表中国的合法政府是我们重庆政府，不是陕北山沟沟里的泥腿子。哎呀，政治上的事儿哪有那么简单？政治是委员长考虑的事儿，像你我这样的马前卒，只管水来土掩，兵来将挡。苏联人取缔了我们的党部，以后我们就更要夹着尾巴行事了。响鼓还需重锤敲，只要我们精诚团结，灭掉中共，自然苦尽天来。看完《百毛女》之后，我去过那家花店，可奇怪的是那家花店关张了。如果你直接拿走了提前预定好的百合花，那特务的阴谋可就得逞了。对，有一件事儿我一直不明白。什么事儿？大连街上有不少鲜花店吧？对啊，可特务们又是怎么知道你一定会去那家花店买花的？因为我们警备司令部所有的花都在那儿预定。哦，太可怕了！怪不得那家店匆忙关张，他肯定知道红旗倒台当天发生的爆炸事件，吓得逃跑了。这么说，我们警备司令部确实已有国民党特务。据我们掌握的情报，策划这起爆炸的是一个代号叫大姨的军统特务。大姨，很显然，他们就是想架过于中共，从而离间我们之间的关系，实现他们夺城的阴谋。上一次骗走接下函的人和这次在鲜花里安装炸弹的人肯定有关系。你们警备司令部何时需要用花，何时需要去那家花店取花，只有你们警备司令部的人知道。花店的店主充其量只是个棋子。我们会调查。怎么了？唱跑调了吗？不是，没跑调，现在是这个唱的不对味儿啊。啊？怎么不对味儿了？这唱词我们早就背得滚瓜烂熟了，没问题啊。哎呀，我不是说你们唱的有问题，那你的意思是？哎，你俩先坐下，这一看
个没生活。猛一看哈，这挺顺溜的哈，过年吃饺子。但这是谁家？这是杨白劳家呀。还有你这个杨白劳，这么肥。他家都穷得叮当响，这是喝卤水自杀了，他能有你这么流光水滑吗？是不是？他们家吃得起饺子吗？那咋还不让吃饺子了呗？大侠姐，怎么过年就不能吃顿饺子了？又不是天天吃，一年就一回嘛，对吧？对啊。对什么对呀？一回也不行，这日本人盯得那么紧，那谁家要是吃点白米白面，那就算你是经济犯，得给你抓起来关到那个旅顺大狱去。简直就是乱弹琴。哎，大侠同志也是好意。好意啊，咱幸亏演的是白毛女，只要演个天鹅湖，他非给你改成大白鹅不行。确实，要是像大侠同志这么改啊，这白毛女这真的还没法演了就。是啊。邢同志啊，这事儿交给我吧。特派员，你千万不要训大侠同志。指导员到我们团工作一时插不上手，一旦闲下来，容易觉得被冷落。别说邢团长还挺贴心的，是这样，我想让他干一些宣传上的事儿，这个他拿手。另外，像文工团的后勤工作也可以给他嘛，比如说团里的伙食。对呀，他以前当过老板娘，可以把文工团的食堂交给他。哎，你还没走啊？那个，我台上还有点事儿，你们聊啊，我先走了。好。哎，我刚改的怎么样？你听没听？是不是挺好的？没想到安德烈还是个情种，没见上两回面就喜欢上喜儿了。他还真把自己当大春了。他看袁飞燕那个眼神，就感觉这俩眼珠子要到地上。不过我觉得这袁飞燕倒是喜欢傅家庄。这袁飞燕看傅家庄的眼神，感觉能把这男人的骨头给看化了。你跟袁飞燕天天在一起，县城的近水楼台可以通过袁飞燕来搭桥，拉拢安德烈。是啊，可是这袁飞燕对我没有感觉，永远都是那么冷冰冰的。冷冰冰不怕，他冷你就热，等热劲儿一上来，再冷的冰都被捂化了。组织派你来文工团，那是为了唱戏吗？那是让你做比唱戏更重要的事儿。像今天安德烈来了，你想跟人家处好关系，没错，那就是为了更好的开展下一步工作。安德烈今天来不是为我们来的，人家是为了袁飞燕来的，是袁飞燕没看上他。这事儿我们不评判啊。我看这个袁飞燕是看上你了吧？别胡说。什么胡说？这袁飞燕看你的眼神可都不一样啊。什么不一样啊？装哈。这袁飞燕看你的眼神跟那个刘曼丽看你的眼神可是一模一样啊。你看你看，越说越没边儿。我跟你说正事儿，你别跑题。我说的哪个不是正事儿？哎呀，大侠呀，我呀就是想给你肩膀上多压点担子，因为你能力强。你看，这个话你倒是说的对。我确实现在这点事儿吧，这胃不饱，我也不知道该干个啥。你确实应该给我肩膀上多压点担子，让我喘不上来气儿才好呢。所以啊，我跟邢团长商量，把后勤工作也给你。后勤，具体点。文工团啊。他们就跟家里过日子一样，排练、演出、开会、吃喝拉撒一样都不少。确实，这个问题我想过。你看哈，咱们文工团里有很多的年轻人，
他们在大连呢也没个家，我就想他们这个吃饭的问题总是要解决吧，所以我就打算好了办个食堂。咱俩是不是想一块儿去了？谁跟你想一块儿去了？我打算办个饭店，不仅能解决大家吃饭的问题，还能给文工团挣点钱呢。那这就更好了呀，你看你想的比我想的更迈前了一步。饭店，那你打算上哪儿办呀？我早就看好了，这剧院大门口啊有一个小饭店，那原本是红旗大舞台的一个仓库，他租给外人了。我看那买卖干的吧蔫头耷脑的，也不咋样，要不是压着租金他们早就不干了。那我就想我们可以把这个租金还给他们，而且里面现成的那些跑堂的呀什么做饭的呀都还能用，马上就能开火。行啊大侠，不愧是做买卖的，有头脑。我告诉你，开饭店这事儿啊，对，手拿把掐。会抢词儿了哈。怎么说，高大侠以后就常驻文工团了？嗯，爸，你都不知道这高大侠有多好玩，才去第一天就想给白毛女改唱词儿，原来的唱词儿多经典，他都成了一个笑话，自己还一点都没有觉得难看。你要是继续留在文工团，他让你难堪的事情会越来越多。燕儿啊，你听爸的话吧，离开文工团，有高大侠在，你的日子肯定不好过。爸，我就不明白了，你和高大侠到底有什么过节啊？不是都跟你说过了吗？他疑神疑鬼，没完没了，也犯不着跟他置气，惹不起咱还赌不起吗？为什么要赌？文工团是演戏的地方，我是团堂正正的女一号，文工团里的台柱子，还怕他意外好？燕儿，你就听爸一句话吧，咱真的惹不起高大侠。谢谢高掌柜啊，这让兄弟我解了套啊。我这厨子还有这小伙计，这以后啊，他就得靠高掌柜多多关照啊。行。往后咱就一个锅里搅马勺了哈，好好干。谢谢掌柜的，谢谢掌柜的。别客气，别客气。那行，谢谢你啊。哎，没事没事。幸好包子铺的那些个东西啊没扔，你看看，这回全派上用场了。大侠，你这回啊可算是干了回明白事儿哈。我告诉你，我们老刘家呀，世世辈辈开炮仗铺子，那有位也当过炮仗铺的掌柜的，他过去啊，给你搭把手啊，支个腿儿，指定行。哎，姐，我支了什么腿儿啊？在咱家炮仗铺子里里外外，那我都是一把手。啥意思啊？我用你屈才了呗？哼，那肯定是屈才了。那行，那就不用了，这不人不有的是啊。别介呀，大侠！哎，这有位说话呀，嘴上没个把门的。这，过来，我去，快快快，赶紧的。哎呀，其实吧，去也行。不用也行，真的别勉强啊！算了算了。姐，我不是那个意思，就有些话没法说。你说我去了，你工钱给多少啊？可咋的？哎，大侠，亲兄弟明算账哈。对呀，不能跟着你喝西北风啊！拿着，我跟你讲哈，你这个人啊，我顾不起哈。哎，你看见没有，姐，一提钱就急眼，我话还没说完呢。那啥，哎，大姐，我问你，我跟着你干行？那个我算不算革命啊？你算吧。啥叫也算呢？到底算还是不算？哎呀，你让，我跟你讲哈，啊，干革命这个事儿啊，不能讲条件哈。啊，我懂了，那个。我应了，不讲，应了。大小姐，有你这棵大树罩着我，往后我不就有依靠了吗？是，刘有为，你白眼狼，你以前没依靠啊，供你吃供你穿的。谁白眼狼？你能不能别插话？你插话我词儿全忘了。你就别说。大小姐，感谢大小姐给了我饭碗，你就是我的领路人，以后你就是我的主心骨，你就是我的定心丸。行了，那老简好听的说。哎呀，既然说我是你的定心丸哈，我就得给你打个预防针。打针呢？来吧，扎哪儿？可劲扎！哎呀，
我告诉你，我现在呀在文工团管宣传工作，你就帮我好好的把这个食堂管好就行。真有眼力，我管理是把好手，交给我就放心吧。但是这个事儿啊，你也不能小看了。现在日本人虽然已经赶跑了，但是大连啊不太平啊。你说这个事儿啊，我懂。现在有不少国民党的特务，对吧？嗯。您老弟，我后脑勺还长着眼睛呢，有啥蹊跷的事儿，逃不出我这双小眼儿。我及时向你汇报，你放心吧。啊，行。那你等会儿，我再求你，求你个小事儿行吗？啥事儿啊？你看啊，哎，文工团你都管了，那我去管文工团食堂，那咋的也得给我个一官半职吧？行，经理行吧？八去掉。行，听见了吗，经理？从今天开始，我跟着你干革命了，姐。哎，你看他那样，就这么跟着，哎，跟着你干。哎，我没绑绳呢，我。哎呀，我。身为刘经理，跟大家伙讲两句啊。今天是咱们文工团大饭店开张大喜之日。这个文工团大饭店就是大家伙的家，我们一定把菜饭给大家做好，给大家服务好。那个开张第一天，大小姐说了，咱得整点硬菜啊。所以今天文工团所有的海麻线都是我找人从大东海那头现提溜出来的，那鲜溜的不能再鲜溜。是不是没吃过大虾姐包的海麻线包子？没有啊。这就对了，吃一个想一辈子，还愣着干啥呀？赶紧进去造啊！快快快，造造！你这真的假的？吃一个想一辈子？当然了，我跟你说，你别管真的假的，小诺啊，以后你都给我叫刘经理了。我姓杨啊，快进来，忘了。你演太好了，我一直以为你是孟玉。大家啊，你怎么不进去？等谁呢？我请了安德烈。哟，哎，爷爷，大姐，哎呀，你刚才放炮都没赶上。今天饭店开张，我去买了个蛋糕，算是祝贺。哎呀，来，我拿着。我们这是包子铺，你整个蛋糕，这不等于是狗脑袋上长犄角，净整洋事儿吗？谢谢哈，嗯。大姐，以后还得靠你多多关照。哎呀，你想吃啥你就给姐说，姐给你开小灶啊。这可不行啊。啊，那有啥不行的？我花我钱也不行啊。这不是花谁钱的问题，这飞燕同志演的是穷人家的喜儿，一个人吃胖了那还是喜儿呢。那穷人家没胖子呀？那是虚胖。好，快进来吧。走。菜来了。曹操，红烧大鱼，大鱼啊！来来来来来，尝尝尝，吃尝尝。辛苦了刘经理。哎呀，团长不辛苦，应该的。那个啥啊，大家伙都慢点吃，因为海麻馅包子马上就要出锅了。哦，别到时候吃饱撑的，下午唱不了戏，怨我们文工团食堂伙食太硬。团长好，团长好，团长。哎，喜儿，你北风吹唱得好啊，嗓子亮啊。这个领导都不换了，对不？哎呀，刘经理，你看你这话说的，那领导能值几个钱呀？人家喜儿当然不换了。好你个穆云志，就知道戳火扬沙子，不干好事儿。我去给你们上包子去啊！好好好，你吃着吃着，来来来来来来。安德烈不能不来了吧？我还想着借着开业的当口跟他套套近乎。安德烈还是很讲原则的，不过也好，有规矩总比没规矩强。早知道我就应该告诉他袁飞燕也在，兴许这样他就来了。人家个人感情的事儿咱们不能拿来做砝码。是知道，怎么可能啊？如果我要真的这样了，那我也太不是人了。
最主要是我可以对不起严飞燕不说，我不能对不起你呀、是吧？高大侠，你别不怀好意啊。什么不怀好意、啊、你知道我在说啥哈？在我笑。啊，行了行了，不笑了。安德烈，他今天不来，以后他也会来。我们得尊重袁飞燕的选择。对，尊重袁飞燕的选择。哎，傅大哥，哎，你咋还能干这活？来来，哎，没事，我搭把手，没事。哎呀，搭把手的活交给我干，你就负责指挥啊。哎呀，别别，哎，来来，哎，行，银护照的事儿啊，就麻烦有为和贾师傅多操点心。让咱们演员吃好喝好，有力气演好戏，多演戏，没问题，请首长放心。傅大哥，这点你可以放心。嗯，我大侠姐别的不会，做饭还行。啊？傅姐，我那意思是说，你其他都行，做饭还凑合。话多。哎，特派员，特派员。哎，安德烈来了。哟。哎，火烧旺点。好。来，欢迎安德烈同志。哎呀，坐下坐下，这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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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谢谢同志，坐下吃饭。哎呦，什么面？祝贺开业大吉。那个，这回花是送我的？对的，这回是送给你的。谢谢谢谢。哎呀，这个花好啊，这预示着我们文工团饭店生意兴隆，财源广进，大吉大利啊，是不是？对对 对, 对，那个，哎，安德烈同志，请来，来来来来来，快点拿走，快点。安德烈同志，就这儿。好，啊好啊，行。来，这是新筷子哈。好，谢谢。哎，对。一会儿啊，你可要多吃点我的菜，尝尝我手艺怎么样？坐吧，坐吧，坐。啊，谢谢。哎，这酒怎么没打开呀、啊？哦，对，喝。哎，我们不能喝酒，因为一会儿还要排练，喝了酒什么活都干不了了。哈哈，安德烈同志，今天我陪你喝。行、啊，好，你们喝，你们喝。虽然你不能喝酒，我来敬你一杯，谢谢你给我带来的精彩的表演。来吃，安德烈吃点鱼。您慢用，我先走了。啊？哎，飞燕，等会儿别走，你买的蛋糕还没吃呢。哦，这可是飞燕买的蛋糕哈，大家都来吃。一定要吃，一定要吃。来来来，谁也不许走哈。来，好，咸的不吃，吃点甜的。来，吃点。大小姐啊，我帮你分吧。啊，行，那桌还没吃呢哈。好，快吃吧。啊，吃完了蛋糕就赶快去排练啊，抓紧抓紧吃。这饭做的还真的丰富。哎呀，快把这汤拿掉。哎呀，包子来了啊，来给你们换个新碟子。好，谢谢谢谢。快尝尝这包子咋样。好吃不、嗯、好吃。好吃你就常来，吃饱了呀顺便看戏哈。不怕这么美好的日子没有福分享受，这就享受了。哎，我说你个安德烈，你也太好打发了。哎，怎么了？踩我干啥？谁踩你了？我上面还有鞋印呢，是不是不是嫌我话多了？本来就是嘛，安德烈实在，那吃几个包子又把我吃不穷。没事，你就常来哈，管够。人家公公那么繁忙，哪儿那么多时间老往这儿跑呀？嗯啊，对。人是铁，饭是钢，这吃不饱肚子，哪有力气干活啊？是不是？你说的没错，这海鳗馅包子是我这几天吃的最香的一顿饭。哎呀，还是安德烈会夸人，不像有些人啊，从来不会哄女人高兴。我说，啊，
我确实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情，这几天没心思吃饭。啊，我说你怎么都瘦了？嗯，再来一个，来一个。我告诉你哈，这心情不好的时候啊，就要大口的吃饭啊，再配点小酒，我再陪你喝一盅哈。喝点酒啊，一切烦心事儿都没有了。给他也倒上。您不是一直想得到苏联警备司令部的认可吗？啊，我给你们指一条路。日军关东州警备司令部的中将石田远三一直藏匿在大连，没有投降缴械。我们找了很久也没有结果。如果你们能找到此人，就是立了一件大功。一定不能让共产党找到石田元三。可关键是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家伙在哪儿啊。此人你见过吗？这个人是一个十分凶残的军国主义分子，他现在躲藏起来拒不投降。我估摸着有两种可能：一是怕死，怕投降了苏联人会砍了他的头；二是怕败，他还在琢磨着伺机东山再起。依你看这个石田元三属于哪种情况呢？既然是军国主义分子，后者的可能性会大些。他双手沾满了中国人的鲜血，必须受到惩罚。血债必须血偿，所有的战争罪犯理应受到惩罚。但是没有什么可但是的，像石田元三这样的战争罪犯，不枪毙，天理难容。枪毙是肯定的，但要先找到。你在关东州厅警察部当差多年，对日本人的行事方式还有可能藏身的地方一定有所了解。当务之急是要在苏联人和中共之前找到他。记住，一定要活的。要活的干什么？这种人死不足惜。临死之前，我们应当把石田元三当枪用一回。怎么用？虽然日本人投降了，可冈村宁次都有被委员长招安的可能，这个石田元三也可以为我们所用。委员长这么干我理解不了，那些在抗战中牺牲的百万将士怕是也理解不了。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的形势在变，朋友在变，敌人也在变。你我都明白，现在党国最大的敌人已经不是投降了的日本人，而是妄图抢走党国天下的共产党。那也不能与虎谋皮，认贼作父。小芳，你我革命这么些年，自然要比常人更明白胜者为王败者寇的道理。我们要成为胜者，就必须忍辱，只有忍辱才能负重。更何况这不过针对苏联和共产党而采取的借力打力、借刀杀人的权宜之计吧。这个石田元三随身肯定携带着武器，我们得赶紧抓到他，要不然在大连随时存在着安全隐患。这个人我听说过，说他做起坏事来疯得很，那就得更快找到他。可是这大连这么大，那想找个人不等于海里捞针啊。那也得捞。不是你说的轻巧，你上哪儿捞？你得捞到什么时候？猴年马月啊。只要方法得当，或许一捞就成。你这就叫上嘴唇挨天，下嘴唇贴地，嘴张得比天大，牛吹得比雷响。是不是吹牛得听我把话说完。十有八九他就应该躲在这一带。四儿沟。十之八九在四儿沟。你这光说了个八九，那剩下的一二呢？说个理由。你们看这一带山下
是日本人建立的神社，日本人大都信奉这种地方。我觉得石田元三也不例外。你是说他想沾沾这座神社的仙气儿？你看这里，这有座山叫穷汉岭，山高林密，容易躲藏。这儿，这是红房子，里面住满了日本人从全国各地抓来的劳工，人多，而且杂，更容易躲藏。哎呀，不愧是老姨夫啊，真是大连的活地图。既然他有可能藏在这一带，那我马上派人去搜查。不行，这样会大扫京城。那怎么办？哎，你们说哈，这藏得再深，总得吃饭吧？什么意思？老鼠的洞再深，也得出来找食吃。咱们现在去没用，晚上一到饭点出去找，应该能找到。四儿沟那么多饭店，上哪家找啊？哎呀，看地图没用了吧？我就说了，我才是大连的活地图。你刚刚说的那个十之八九哈，剩下的一二我给你补上。你想，这石田元三是关东州厅大名鼎鼎的人物，整天吃香的喝辣的他都习惯了，那突然让他清汤寡水的，他受得了啊？把住这儿这儿这几个点，抓到他不难，尤其是这里。为什么？这家饭店的厨师以前在大河宾馆干过，寿司做的极为正宗。那我就派人把四儿沟的高档餐厅监视起来。哎，不行不行，你们长得跟我们都不太一样，你们一个个的哈，大鼻子抠抠眼儿，那容易暴露。石田元三一看这么大的阵仗，那还不赶紧藏起来啊？安德烈同志，这件事情就交给我们吧。那就把石田元三的事情交给你们了。放心吧，等我们好消息。好，谢谢。好，再见。再见。糖葫芦。高大侠。啊？我说你胆儿也太大了吧？你都不跟我商量一下，信口开河就大包大揽。石田元三的事儿要是办不好，那安德烈就得怨我们。这事儿我手拿把掐。又手拿把掐，要是找不到人，那就是在安德烈面前丢人现眼。事儿还没办呢，你怎么知道我会丢人现眼？等好吧你。来，把你杯子给我。干嘛呀？喝点啊。看来你心是真大呀，你还有心思喝酒。我心大，那是因为我心里有数。我不告诉安德烈也是有原因的。什么原因？四耳沟这个地方，三教九流的人比较多，后面有山可以藏人。这个理由我都说过了，咱能换个新的吗？我在放火团的时候，听说日本人在四耳沟附近藏了一批军火，可是这些武器到底藏哪儿了，谁也不知道，也没人找得到。是吗？当时挖山洞埋藏军火的那批劳工都被活埋了。这帮畜生。你想，石田元三是那么大的一个日本军官，那他藏身的地方可能没有武器吗？而且我们现在正缺的不也是武器吗？是啊。你就希望安德烈把这些武器拿走啊？行啊，你高大侠，这就得喝。哎呀妈呀，这咋还干上杯了呢？我这心里打转，左追右推推不开，怕生病又
冰儿海。唱啥呢？在这哼哼唧唧的啊！妈呀，多有味儿啊！麦相思啊！麦相思，我看你是单相思吧？不是姐，你干啥呀？哪疼往哪戳呢？戳！哎呀，疼，真疼！说正事哈，这两天我跟傅家庄有点要紧的事情，店里我是顾不过来了。你给我盯好了哈，姐，那店里那么多事儿呢，我一人哪能忙得过来啊？你忙不过来，你就找个人帮忙呗。雇人呗，雇人行。钱还没挣着呢，你拿啥雇？这话说，你没钱谁来呀？这找你姐。我姐你又不是不了解，你不给她钱，她能来吗？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那这样。你就说，你就说傅家庄找他来帮忙的，他一准能来。行啊，要不说你是我姐肚子里的蛔虫呢。Thank you.